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扬威。草长莺飞，春暖花开，最美人间四月天。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玉兰花开正盛，这也让我想起了吟咏玉兰的一首诗。诗中是这样写的：霓裳片片晚妆新，树素亭亭玉殿春，已向丹霞生浅韵，故将清露作芳尘。那在春分过后，明天我们就将会迎来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清明节。而清明节自古就有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人们也抒发着祭祀叙事的道德情怀，延续至今。那关于清明节，大家又了解多少呢？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接彩，来听一听大家怎么说。那你知道清明节吗？我知道清明节。你们知道清明节吗？知道。清明节假期打算做什么？就是一家人去扫墓嘛，然后带着买一些鲜花去。基本上子女们、孩子们都会从全国各地、外地都要回到家里。原来上学的时候就是去烈日陵园扫墓啊，然后如果去回老家的话，就给亲人们扫墓。替先人是吧？清明节应该就是去影院啊或者剧院看看演出。清明节假期我继续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踏青啊，放风筝，吃点青团，叫采青访友，晒太阳。清明节要出去玩，想去江南看看。这烟花三月下扬州吗？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对，牧童遥指杏花村。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好的，欢迎回来。那在刚刚的小采访当中啊，我们也发现清明节呢，大家要去扫墓祭祖、踏青郊游，而且其中还有一位观众提到了要来剧院看演出。哎，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传统假日的休闲方式了。那今天呢，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还有一场精彩的线上演出要推荐给大家，这就是即将播出的梅山市歌舞剧院诗乐舞《大国芬芳》。那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演出哈。首先呢，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知名文化学者立波老师。欢迎您，立波老师。大家好。国家一级编导《诗乐舞大国芬芳》的总导演刘玲丽老师。欢迎您，刘老师。好，大家好。青年舞蹈家《诗乐舞大国芬芳》的领衔主演骆文博，也欢迎您，文博。主持人好，大家好，再次欢迎三位哈。其实今天啊，你看我们正好是处于这样一个充满了中国古典美的艺术环境当中，咱们就不妨先从诗词聊起。你看刚才在采访当中啊，观众朋友们也都提到了跟清明有关的诗哈，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首，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没错，哎呦，这首诗真的是脍炙人口。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想请教一下立波老师哈，你看有那么多写清明的诗，为什么唯独这一首能突出重围，能够流传范围最广？就是你说的嘛，脍炙人口，脍炙人口。这首诗写的其实特别好啊，他把这个清明时节最重要的两块内容，一个是祭祖扫墓，还有一个古人认为清明的时节叫气清景明，万物始生的时候。就是黄帝内经认为少阳始生就在这个时候，阳气始生。所以前半节啊是祭祀祖先了，路上行人欲断魂，但后半节其实不是祭祀了啊，它其实就是，古代清明的时候常规的一些，爱护身体的，比如说成年人要去踏青，杜牧其实是在踏青，他没有在祭祀，为什么没有祭祀啊？我等会儿说一下。那个，还有呢，年轻的女孩子呢，在清明这一天可以去荡秋千，所以它又叫秋千节。然后这个男孩子古代呢，去踢蹴鞠，就踢足球，踢足球，所以这一天也叫蹴鞠节。所以清明这一天很独特，你看它在24节气里，但是它又是传统节日。对，中国古代既是节日又是节气的，就是清明这一个，它非常独特，两边都占。还真是。而且今天，是清明前一天，对，它又是个传统节日，它是寒食节。寒食节，哎，南方要吃青团的，然后呢，这些就是
寒食节呢，它其实中国古代啊，光明崇拜要祭祀火，火神。火神呢，在这个因为到清明少阳始生嘛，所以在这前面的一段时间要怎么样呢？要停旧火，祀新火，把去年的这场火停下来，然后祭祀下火神，停一天祭火神，然后再取新木，然后点燃新火。所以那个唐代的韩红说青烟散入武侯家，他的寒食时就是新火去给那些达官贵人。所以那一天因为要停火，所以那一天没有办法这个烧饭，所以只能吃冷食，那叫寒食。杜牧为什么说他没有再参加祭祀呢？中国古代的祭祀完了之后，我们是很节约的，祭品和酒和肉都要分掉的，所以他要在祭祀的话他是可以吃掉的，所以他是有酒的。他既然说借问酒家何处有，说明他是在踏青，他是看到别人在扫墓的那个情景，路上行人欲断魂。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小牧童，那个就是少阳始生，对，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这首诗真的特别有画面感哈，所以大家才都会记忆犹新。而且呢你看，我觉得从这首诗当中就能够看到中国的文化，诗人要去消解忧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哎，我得找酒馆儿，我得喝两杯。诗和酒关系特别紧密，我只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叫做能写又能喝的，那是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对不对？李白斗酒诗百篇那个第二个是爱写又爱喝的是谁呢？是个女诗人，李清照，对呀，沉醉不知归路嘛，对吧？第三个呢是会写又会喝的，酒量不大，三杯就倒，但是他特别会写，这诗里头全是怎么怎么醉，其实他基本上不喝醉的。大家猜是谁？就是您这剧里的苏轼，苏东坡。所以其实真的哈，你看这酒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了。对，而且呢其实今天咱们晚上的这场演出就跟酒有关系，是的，是吧，刘老师？是的，是的。你看是诗乐舞，大国芬芳。那我觉得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诗乐舞是怎么一个形式啊？我们这一台那个诗乐舞大国芬芳，它主要就是从那个历代的名人名词很多那些佳句当中选择的很多内容，有诗有歌，离不了歌，舞蹈手指舞着蹈子都有。自古这个诗乐舞就是三位一体，是，而且无论是赋诗也好啊，无论是配乐也好啊，包括起舞也好啊，都是古人去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需要。对对，我觉得把这三种结合到一起哈，肯定也是古代的文人墨客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了。李白就说嘛，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乐舞三个合一嘛，三位一体。对，三位一体。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舞蹈真的特别值得期待。您特别推荐的是哪一部分？我想说一下，大家说了酒，我就想说一下那个酒气阡陌。酒气阡陌，对，就是张择端这个画家这一段，因为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这一段，对，因为清明上河图它有五十个小故事。我们就选择了三个小故事来编织，因为几分钟嘛，舞台剧需要高度的浓缩。第一个故事就选择了一对惬意的一对新郎新娘，他们含着这个酒杯，你含这一头，你含这一头，然后张择端就在外边画画画，慢慢画活了，手一挥，这两个双人舞就开始，人就活了。然后对对，那个画对神秘，那个画幕就拉到了3米。然后接着呢，这些妾女们哈，民女们又进来，我的画轴又拉到5米。就是这些女女们就和张择端一对双人舞的他们的一种表现，宋代的民间那种很协和的那种场面。中间呢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个民女，张择端画一画的，文博在边上看着。对对 对, 对，我在侧台的时候备场，在张择端大师手一挥的时候，那个民女就已经从台上到了台下，然后我当时就问刘导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为什么就是忽闪忽现？还有空间的转换，对对，空间的转换，因为这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是的，因为当时就想的是他的作画的过程嘛，他觉得这个诗里他们画的不满意，他又挥这个女孩子一滚儿，灯光一灭，他就没有了。接着他又开始描绘这个一对倩女的背，哎呀，他觉得特别漂亮，描，实际上就是说他的内心就已经走到那个心里去了，觉得太美了，就痴痴的。好，这里还有个细节也很，然后这个他的那个男伴，就是他的那个新郎，就把他一包的怀里，把张择端一推，就是说他就人
那个戏里戏外就连接在一起，就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舞蹈它是行为的，所以它必须有动作。啊，这个就完了，张国端笔一拿，啪啪啪，我的画嘛又推，就推到13米，然后一波男孩子的那种豪饮的那个送男孩子豪饮的舞蹈就开始了。啊，就非常有意思。完了以后，戏中戏，而且这些豪饮的男孩子呢，一会儿还把张泽端的鼻子抢去了。哦，然后呢，这些男孩子又走到了画幕的外边，张泽端又走，又走到画幕的里边。嗯，啊，这种是喜戏的那种场景。最后喜戏完了，也把这个鼻一甩，哦，张泽端又接到这个鼻，这个音乐一响，《清明上河图》的原图就慢慢形成了。就是在舞台的最远处就是原图，然后第四段就是送酒图。哎呀，有推着三轮车的，有扛着大坛子的，有挂着小串图的，就把《清明上河图》这么一幅图画在九分当中就用红的，哎，就把它表现。所以今天晚上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些细节，是吧？看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的文化。对对对。啊，你看这《清明上河图》编排成舞蹈，立波老师，你想到了吗？这个我倒没有想到，确实啊，这编排太有创意了，确实戏中戏，画中。动画，啊，这个张泽端的就是一支笔忽然进去，忽然出来，哎呀，真是特别神奇啊！这个时间节点，你看它叫《清明上河图》，中国传世十大名画。它之所以叫《清明上河图》，它主要的主流的说法，还是清明时节，春天的时候，上河嘛是当时汴京这个黄河要开闸口，这个时候，所有的黄河河面上冰雪完全消融，没有彻底没有危险了。所以河闸口才会开，这上河，所以大家集会就来了。然后这个时间又到清明时节，所以体现了汴京城的繁华。对，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咱们的演出，我发现有很多的细节也都特别打动我，包括您提到的最一开始的这样的一对新人，哈，这种双人舞啊，我觉得文博对这方面应该是很在行了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双人舞的设计有什么寓意，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我跳过很多双人舞，我觉得每一个双人舞最重要的点呢，不单是要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跳出来，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的个性特点。然后你像双人舞，它有融合双人舞，也有对抗型双人舞，也有一带一，就你主动还是我主动，对，是这种关系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动作设计，像导演动作设计啊，包括我们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的分类的。而且就像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三位一体，其实像都说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所以我们的舞蹈其实是表现每一个人内心的一种情感。我双人舞的话也一样，我对我的舞伴儿，也就是我这个戏中的这个伴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其实我们想用动作，对，我们用动作，用情绪，用一切我们身体上的和我们的面部上的所有的表情来表达给观众，这个其实是舞蹈的魅力所在。我这么讲，我突然想起来，历史上最擅长写双人舞的是谁？双人舞吗？对，写双人舞，写双人舞的，双人舞的是屈原。哦，屈原的，屈原，你看他都是湘君、湘夫人，都是双人舞。所以你看，真是诗乐舞不分家。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除了这个片段哈，你像还有一个篇章《东坡问月》。东坡问月是新在这个大狗风里面是新创作的。对，我记得之前看没有这个篇章。因为去年呢，就是在疫情之间，我在重读苏东坡的这首词，我觉得我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全世界的疫情，好多人都去世，哎呀，我都觉得，听到他最后一句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愿意全世界的人们都美好，都健康，都幸福。我的表达方式是，我就，就抓住他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就形式感呢，我就用的那小生那个折子，因为小生的折子，它一甩一抛一提一撩，它有一种就是一种希望大家幸福美好的感觉，所以演出的时候那个翻译观众的反应也很强烈，而且开始的时候是两个半月，两轮半月在上场门下场门，舞美呢是也是个半月，还有一个亭台楼阁，就是倒映在水中，
最后和美的时候，我所有的两个半月就合成一个圆月。哎呀，各种啊，双人的亲情、家人的亲情、朋友的亲情，大家都在月下聚集，所以也就是六分钟，啊，就把他抓住他的五眼，这么表现。梅山歌舞剧呢，也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的一个学生啊，他是在海关，那是前两年，他有一个外国的老太太，然后过关之后好像迷路了，他就把他扶回来。然后就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然后说这个老太太一个人跑中国来啊，将近七十岁了，为什么？有什么？就为苏东坡最后这两句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说这个中国的月亮应该美成什么样的，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月亮。大家对苏东坡的热爱啊，所以让这个节目能受到观众的欢迎。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演出更值得期待了。你看。苏东坡的故乡的歌舞剧团是吧，梅山歌舞剧团来演绎，真的是别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啊。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起来，这和音乐舞蹈息息相关的。是的，为什么呢？水调歌头，哎，对，当时是谁唱的最好呢？唐代第一舞蹈演员叫许和子，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个水调歌。所以许和子是唐玄宗最喜欢的音乐和舞蹈天才，音乐他排第一，舞蹈仅次于杨贵妃。他跳的是贵妃叫云上花容，就李白那个清平。是云上花想容，对，云上花想容，清平调。你选的第一句特别好，因为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对，就是最出彩的是第一首的第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对，他其实用了一种反结构的方法，是“云想衣裳嘛，花想容”，对，他本来是想形容他的衣服的美丽，容貌的美丽，但是你简单的比喻，用比喻那就落了俗套，对对对，那反过来，连云都羡慕他的美丽，对吧？花都羡慕他的容耀啊！当然也有别的解读方式，但是其实就是形容杨贵妃。你看，美丽，哎呦，太美了！文博，你在其中饰演的这个贵妃，对，有几种醉酒的方式，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展示啊？贵妃醉酒里边有很多的动作都是很温婉的，就它有个单水性，而且它并不是一个直立的体态，它一定就比如说坐贵妃坐都是这样倚着坐，然后它是有几道弯的，对，站着的时候也是要倚着一点才有那个味道，对，所以那个椅子都叫贵妃椅。我们的主要动作都有贵妃椅的那种态，哎呀，大裙一拎，对，这个手这么一拉，关键是还有个单水袖，一般都用双水袖。对呀，因为单水袖它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像那个古代的那种竹帘子，而且它水袖那种绸一抛一接，哎呀，它那个语言呢就胜过我们编很多动态。他看我们文博那个袖一甩一绕，哎，嘴一停，哎呦，我都觉得那个袖子它就在延伸我们的这个人物的那种闭月羞花、沉月落雁的那种美劲儿。而且眼神也不一样，眼神因为刘导非常的细致，因为女孩子可能在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是一个状态，是美美的状态，但是在微醺的时候，可能眼睛不是睁的那么大，是微醺微睁的那种感觉才美。对，这个也是精华所在。但我觉得在这个诗句当中哈，去舞，在展示这个贵妃醉酒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意境的享受，一种美，是的，真的太曼妙了。对，那在我们的这个诗乐舞当中哈，除了这个贵妃醉酒以外，刚才其实我记得刘老师还提到了有一些那个酒壮士醉酒，哦，酒杨汉是吧？对，也提到了刘邦一统天下以后，啊，哎呀，大风哥对告劳所有的勇士们。回乡，这个呢，我们就选了一个，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对我们中国的戏曲真的是鼎力膜拜。我记得很多一下撞击到这个，我在选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大风格就特别适合刘邦，因为他的大染口啊，大染口，因为他的戏曲有说法，他的染口越长，胡子黑色，他就是最手里最 number one 的，像我们说的，现在是最高位的。对，所以我用的染口的抛啊、理啊、抖啊，这些就把那种大风格的那种战场的那种气势，还有就是开始那个酒坛豪饮了，因为我们是和酒有关系嘛。对，哎，那个大酒坛呢，一甩，他就是喝醉了之后唱的。对呀，就他这些大风凄凄，
威加海瑞希就对着他的部下，胜利了以后我要保护这个胜利，拜托大家。对，守四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拜托大家，这些轰手都来，所有勇士们的一种豪迈。所以说这个，对，一肉一豪迈，整个就把晚会的那种节奏让观众在审美的时候，又不禁享受到了文化的深邃，然后还有视觉上、情感上，它都有一种强烈的对比。这首诗选的特别好，为什么呢？这首诗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头特别独特，你有没有发现？少一句就三句。对呀，您为什么会觉得它少一句呢？就是因为他喝了酒之后。对，这首诗啊，它是很豪放，但是也有悲哀的地方。这是他的绝命作。对，他唱了之后半年就死了。死了，真是悲壮。因为他这个，对，他平了情部之乱的时候，前面韩信啊，包括这些之乱平完了之后，最后一个平情部之乱就是英布了，然后他在这里中了一件箭伤，受了箭伤又回到这个沛县老家，然后就是叫当地的长者子弟一起共饮，饮完了之后他击筑儿歌，注意他是击的是筑这个音乐，还有谁击在历史上很有名，就是这个荆轲去刺秦的时候，易水歌高渐离击的就是那个筑，那个是悲壮的音乐。所以他这个时候也意识到自己要离开人世，所以既有豪放又有一种沉重，把大汉的社稷托付给后人的意思，而且是即兴创作，就说明前面的那个酒，喝了酒以后激情来了，对，喝了酒之后这个大风歌千古经典就出来了，对，所以没有这个酒，没有这个祝，没有诗酒乐相合，也出不了这样的千古经典。对，所以不光是诗乐舞不分家哈，而且跟酒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每一个文人他都是酒后即兴写出来的这么千古绝技。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感受一下酒文化的独特的魅力。刚才聊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注意了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发现你看，这个布陈是一堂风一送彩，是不是？对，这国家大剧院的艺术空间内藏乾坤呢，处处皆艺术。是是，而且今天呢，真的也特别荣幸能够和几位老师共度寒食，共迎清明。我记得宋代的诗人王禹偁曾经这样写道哈，说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但是今天呢，咱们是有花啊，一会儿也有酒哈，还有嘉宾。当然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今天还有诗词还有乐舞，那最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即将为大家带来的这部诗乐舞大国芬芳。所以呢，话不多说，咱们一起走进这部演出当中。Thank you.
是五千年前的那一滴芬芳，这芬芳洋溢着祖辈的智慧，流过岁月，流过历史，留存于博大的土地和生生不息的人群，还将流淌到未来。寰宇中萦绕的红中大吕，是酿酒始祖于笛，是制酒大师杜康，还是醉翁先辈刘伶？就是这声音，与历史私语，与先贤举杯，时而寄情山水，时而信步人间。我这一缕芬芳，清染宫阙，杯酒在手，觥筹交错，喝的是恩情，吞的是豪情，品的是心情。这画家笔下的夜宴盛况，是宴饮时的风情剪影。
我这衣袖芬芳，飘飞于红楼一梦，尽显宫娥粉黛，平常素女的万千风情。听啊，酒令，在香粉红唇和雕栏玉砌中又一次行吟。日边红杏倚云栽，任世无情也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竹篱茅舍自甘心。开道荼蘼花事了，连理枝头花正开。经年又听酒令声。
幸已云哉。连理枝头花正开，我这一江芬芳，倾泻于皇天厚土，写天下归宗，举四海民心，中华文明之风劲吹不息，兴邦定国之志方兴为爱。看这大汉王朝的缔造者，以志艳旷野的独有霸气，感恩朝纲。再看这汉服，时尚天下，成为震旦古国耀眼的国粹符号。
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一尊芬芳，听到多少喜怒哀乐，看见万千家庭情愫。问阴晴圆缺，主千里婵娟。人生是一蓑烟雨，还是月白风清？
这一滴芬芳，浸润一代才女李清照的胸怀。久有别长，忧家患国，更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侠气。Thank you.
我这一片芬芳，铺洒在市井繁华、商贾往来的北国城垣，一幅《清明上河图》，却不知浮华背后深藏着雕畔青云、马嘶边草的期望。高高酒旗悬江口，水村山郭酒旗风。看这酒坊、酒馆、酒店，还有酒庄，鳞次栉比。看这酒肆城郭，是何等的浩荡壮观呐！
我这一篱芬芳播撒在一个叫沈园的地方，柳丝不解邂逅，四目相视，琴瑟轻扬，宫墙依旧，劳燕纷飞，离愁别绪，千古绝唱。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素书黄藤酒，满城春。
春如秋，人空守，泪痕红缨叫小偷。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我这一丝芬芳，轻扬于大千世界，逍遥风尘，枕云一风，闲散随信，饮千年甘露，长八百眉寿。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说仙不是仙，身处尘世间。说贤君是贤，拔郡显真盖。举酒邀大雅，停杯书霄汉。宴坐听云头，静卧问水源。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仙，酒中仙。我这异国芬芳，既有眉黛夺绛萱草色，红裙杜纱石榴花的倾国之姿，也有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眸敛缤霞的叱咤之势。这是东方巾帼，也是华夏芳菲。
我还是那一滴芬芳，穿越五千年，五千年啊，这芬芳之气氤氲大地，香炉大千世界，成就大国芬芳。您看啊，在今天的演出当中呢，我们既品尝到了中国美酒之芬芳，也品味到了中国文化之魅力。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依然是沉醉其中。那么四月十号晚线上演出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演出——武汉爱乐乐团音乐会。那在武汉解封一周年之际，武汉爱乐乐团也将会以抗疫作品《浴火重生》来礼赞伟大的抗疫精神，也敬请您的关注。